塞，有次来七大哥的，还要问好不好？有报名哦，暴动的歌迷，报名报名。那么，接着下一首歌也是在讲两个人相处的一个状况。我觉得现代的社会很奇怪，可是尤其是男女爱情，我觉得很像在拍戏哦，让我觉得很夸张。哎，所以就把它写成一首比较好玩一点的歌曲。而且我在树林有去过泰国的那个 pub， 你知道吗？啊，他们的节奏都我觉得很酷了，所以就融合一点点，然后当地的那种感觉，然后做了这首歌曲，然后这个也是需要大家闻一下，帮我唱。Baby， 你坏坏，帮我唱坏坏，好不好？可以吗 ？Baby， 你坏坏。过坏，真太疯了！再一次 ，Baby， 你坏坏。女生，各位女生，等一下啊，我可以教吗？教那个。好，你说。跟我一起做哈。上下，等等，我等等，再一次。我蹲，你们就蹲嘛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可以吗？试试看了啊、哦！对，哇！Thank you, thank you。
你的青睐，非常不可思议，但这就发生在你生活里。我想这就是真爱情。其实这首歌你累了，听众还等着。对呀、啊，但是真的我觉得蛮好笑的了，你们。你土，你们大家在问。不过蛮好玩的，只有我们的歌迷敢这样玩，对不对？只有台东会这样玩，对不对？只有台东比较神经，也不是，说只有台东比较嗨，对不对？上次你不是跟我那个交换吗？只是那个交换。对呀、啊。我、哦、可是我麦克风怎么办？我要这样啊。对对对。哎、欸，我怎么那么土？我不要玩了啦。哇塞！欸、这个人。讲话很像打我一样的，你的口气老听见。啊，这个脸死！早知道不要给你公关票。老哥不要闹，老哥不要跟我妈一起起哄。在这边呢，跟大家说一个非常开心的消息，是我们要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曲了，可以吗？好，这首歌大家嗨一点啊！最嗨的歌曲 ，One Two Three Go。无人的角落，我看着人来人往，慢动作，你就背对坐在我这方向上面中。我点了一杯饮料给你，哦，他的名字叫做塔吉拉蹦，和你蹦蹦。我猜想你可能是在等待你的那个谁，男朋友。还是刚认识的朋友，突然间你甩甩头，露出半个侧脸，瞬间让我好难过。你长得像我阿公，原来是一朵花。真的很想送你回老家，原来是一朵花，我竟然用到我买的，咱们还是保持鸳鸯啊，你等你那个谁，我还是乖乖看我的脑子里。叫做他的男朋友，我想和你蹦蹦，我猜想你可能是在等待你的那个谁，男朋友女朋友还是刚认识的朋友，突然间你甩甩头，露出半个侧脸，瞬间让我好难过。原来是一朵花，我竟然还回过头。
上有一把 AK， 我真的很想送你回老家。眼看是一朵花，我只看那 Oh my God， 咱们还是抱起鸳鸯吧。你的你那个谁，我还是乖乖看我的包。你长得像我阿斗。坐在无尽的角落，我原本以为今天心情还不错。Baby sorry， 这一切都是你的错，因为你长得像我。